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水大，今天要来和大家介绍新角色《恶灵战警》。我相信大家和我有一样的感受，那就是终于来了一个有知名度的角色。大家应该很好奇，《恶灵战警》究竟适合打什么位置呢？按照传统配置来看，它适合打野和上路两个位置。那如果是高端局，可以和队友沟通的话，我认为它适合打中下野三个位置。你一定觉得我在瞎掰，打中路我还能理解，但为什么会有下路？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的技能组很适合赖线和支援，上路实在是太遥远，在支援上有很大的限制，本身打线能力就很普通，主要的实力发挥都仰赖大招。打中路或下路的话，前期有更好的联动性，但是阵容组合上要和队友沟通好。例如你选了恶灵战警下路，那队友就可以考虑选天使或星爵来打野。那如果是恶灵战警打野就没那么复杂了，他确实非常适合打野位，是目前觉得最好的位置。我们来看看他的技能组。被动技就是个赖线技能，只要是你尾刀击杀的单位都能够让你恢复生命，如果是击杀英雄，那恢复生命的量就会更多。顺便一提，恶灵战警是个远程单位，只是攻击距离非常的短，也因此它没有办法像其他近战一样有扩散伤害，所以要确保小兵尾刀的话，前期可以出个日炎肩甲来辅助你尾兵。那一技能很普通，就只是个直线范围伤害技能，二技能可以造成范围伤害，有小小的缓速和护盾，命中的敌方英雄越多，那护盾就会越厚。真正的精华在于大招，开启大招后会变成骑乘模式，在骑乘模式下，只要撞到单位就会造成伤害，如果撞到英雄会有额外的伤害。一技能呢会转圈两次，将命中的敌人击飞。二技能呢会获得加速，通常我都拿来过弯加速用，玩起来的感觉真的就像是驾驶一台 A186， 急转弯的时候速度会急速下降，这时候就用二技来补油门。这样你懂了吗？如果讲到这里你都明白的话，那么恭喜你，你已经是一个合格的8+9骑士。Join me if you're ready for a hell of a fight.我很希望他是近战，你知道吗？不想要他这样用鞭的，没有什么意义。这样我吃也可以快一点。哇！我的红被偷了。没辙，敢应该认赔的。可怜呐、啊！干也是只能一只一只打呢，哭啊！我至少技能可以打两只。轰！随传随到。打野比较强，打野比较强，打野这个随传随到感觉真爽。打野真的很猛，打野真的很猛。所以他在玩 GT 也靠背啊，伤害很够哎、欸，打上路有点浪费，应该打野的。回来拿一下野，嗯。哦，伤害好高哦。Oh my god！ 哇哦！哦！哦哇哦！干，我就一直俩国内人就死光嘞。没有魔兽真的很废，有魔兽就很强，所以捡 CD 很重要。轰！加速狂飙！啊，不行，太远了。好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路过，路过。
砰！哎，不要小看我的人形态哦，没有车的八加九就没有什么用了。很猛哎，八加九，加速狂飙！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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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哦哦哦！没事没事没事！哈哈哈！看这怎么这么好玩？摩托车要往上路支援了，要往上路支援，往上路支援！轰！轰！轰！不要放弃我！没关系，不管，我要飙飙起来！轰！轰！轰！哦，干，这次打野真的好强啊！要出个圣剑才对，不应该出震惊的。不过没关系了，测试嘛，什么都测一下。可是队友死了。Nope。硬要过来摔我，不是暴风女好痛哦，我被她电一下，我快受不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好像不能这样玩。再飙一次，这一次可以，这一次可以。轰 ！Nope。轰！我刚想骑过去找野怪回血，差点失败了。不对，是我已经失败了，但是我没有死。漂亮漂亮漂亮！看这徽章一直骑车一直爽欸，因为我没有法防啊，我法防太低了，然后暴风女又太肥，那十一颗头，刚才跟电我一下，差点往生欸。轰！轰！哦，用摩托车撞这个也很快呢。早就应该拿来打野的，打线上这次的技能组很难打出优势啊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！轰！轰！轰！哎呀，他也脚闪，可惜啊，这一趟飙车没有收获。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！哇，哦，还活着，还活着！轰！轰！哈这是不太能打上路，这是打上路太废了。这是打上路没有打野这么好，打野可以随时飙车啊。那这次打上路要干嘛？一直被困在上，然后飙了之后还要再想办法飙回你的上路，不太方便。而且打线上不强，打线上蛮多角色都可以吊打他的。打野的话你就没有对手啊，打野你就想骑就骑，所以我觉得他打野比较好，很好玩呢。输出撞了 55.5K， 还可以，还可以。一个打野角来说，这个撞的输出蛮不错的，很好玩啊，真的很好玩。重点是我们还浪费了不少钱在卖装备、买装备哦，所以我的装备应该更早可以成型的，好好笑哦。